我想这波疫情打开始的时阵吼，咱房价受到足深的这个伤害啦吼。啊，唔那是房价，规个这个万华地区吼，拢开始去防污名化。所以讲，我的办公室吼，除了逐天伫处理确诊者吼，也有隔离者遮个紧急的案件以外，足侪案件拢是甲机师啊、污名化有关系。譬如讲，有诶劳工伊住伫万华，伊本身是无任何尽头哦。无镜头，所以吼，因头家要求讲，你都已经爱去快胎，你若无去快胎，你都唔免来上班，甚至甲威胁讲吼，你都反正我要甲你开除，你若无去快胎，嘛有万华人，伊要去病院挂号看病，结果病院甲讲我即马无收万华来的病人，吼、哦，也是民众，啊嘛有即个共享机车的即个服务，规个取消万华区的服务。啊，甚至嘛有公司要求所有的万华人，伊拢爱甲关做伙，伫即个会议室内底做工课，啊，连要去外口停地嘛袂使。所以讲，面对这种污名化的这个行为吼，我是毋茫讲，一定会当用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替咱万华的民众讲几句话。足感谢咱林立伟为万华地区民众来表示心愿，啊，确实有影。任何咱的国民，不管伫倒一区，拢爱受到尊重、公平的对待。尤其万华是一个历史真悠久、居民真善良的所在。当然，这回疫情的发生，伫万华确实有一挂特别的行业是一个疫情的热区，所以同时咱真要紧，要防止疫情，甲要保护万华居民，必须要做一挂措施。但绝对唔同，因为安尼来污名化万华民众，更无应该歧视。所以，这渐渐已经在控制。阿妈，一路面拜托万华地区的民众，大家要紧啊！这完全是看疫情的需要，唔是歧视，顶多是重视。所以讲，感谢院长啦吼。尤其头拄仔咱讲到遮个一寡遮即民众吼，也是讲公司内底行为，伊吼除了歧视以外，有足侪是违反咱的即个防疫的指引。譬如讲吼，啊甚至搁违法咯。譬如讲头拄我讲，你若要求万华区的员工，伊身体好势吼，好势好势，搁足健康的，嘛无啥物症头，啊叫伊嘛爱去排队，甲大家群聚，但咩快筛，啊去快筛的是爱有即个接触。这个确诊者，也是讲吼有可能确诊的人呢。你叫遮个好势的人去甲因，迄落踮遐排队，踮遐快筛，啊唔着，予伊有这个染疫的这个风险。还佫有头拄我讲迄个共享机车，大家会使共享机车去上班，这是较好的代志呢。这都袂去钱这个大众运输啊，咱即嘛是叫大家莫钱做伙啊。结果这种业者伊甲规个万华区拢取消服务，安尼唔着一堆本来是骑好多摆去上班的人，拢去钱大众运输啊。啊，这嘛是造成防疫的破口嘛！啊，也搁有我头拄仔讲，迄公司甲所有的万华人，吼、哦，啊，甲伊扣做伙，叫伊伫会议室上班，内底搁无照咱卫生部即个提供的即个指引，讲吼，都爱用房啊，甲隔开安怎？伊都甲大家所有的万华人，好势万华人，啊，甲伊关做伙，啊，踮遐伫上班，袂当出去停地。所以我讲，遮的吼，有的是违反劳基法，有的是吼、哦、完全违反咱的防疫的即个指引。所以讲，我是毋茫讲吼，伫遮会当具体建议啦，就是1922内底吼，除了处理遮个确诊者，也是讲隔离者的问题以外，应该爱有一个小组啦吼，就是若有违法的问题，咱就爱较紧转吼咱的相关的机关来介入处理遮个公司啦，这种违法的这个措施，也是讲吼，伊若有违反防疫指引呢，就是爱甲伊讲吼，你这会颠倒造成防疫的破口嘛。所以讲吼，下当有一个小组专门来处理这个代志。委员讲的介对，咱拢应该照 CDC 防疫中心的指引来做。但做了无够啊，对，做了过头嘛，对。所以应该照这个指引来做较对。尤其伫心理上，应该来较关心，无任何人希望得病，无任何人愿意去传播。啊，伊因为住伫万华。啊！你个来个歧视，不应该。但如果有相关的违反指引的做法，咱拢爱个纠正，啊个做好。总是大家拢照这个 CDC 的指引做好，才有法度保护家己，
报出来啦，报社会。感谢院长啦吼，因为在我办公室接足侪这种案件，规工干那处理这的吼，所以讲若是讲吼1922会当吼有一组人伫处理这吼，我感觉会为对咱的民众足利便的啦吼，遮麻烦院长研究一下吼，我相信咱一组人嘛免伤侪人啦吼。第二就是讲吼，除了这的民众，还是讲吼民间的这的问题以外，地方政府问题嘛一堆啦。我即马要予院长看一张图啊。这是台北市政府伊进前公布一张图，叫做确诊个案分布密度图啦吼。内底这个图吼，你若看边啊遐有足侪行政区，拢是红红红。是安怎？因为伊吼，甲这个确诊者，伊住伫地，用莫名其妙的大红点甲标记啊。啊，所以讲吼，你看这种红点的大小，这个寸尺差不多20-30个确诊者，规个行政区都拢红起啊啦。所以讲，当然网甲规个拢嘛红的。边啊西区的拢嘛红的，20-30个确诊者都红起，因为伊迄红点足大点的，所以讲规个大家，所以讲足侪人无去管台讲哦，即马房价其实已经降落来啊，已经较稳定啊。伊公布这种图落去，伊看到规个行政区拢全红的，伊就是讲迄个行政区连即个空气拢病毒。所以讲，我讲唔是干那民间啊，连地方政府伊嘛伫制造惊吓啊。公布这种其实吼，拢跟咱一般防疫的中，这个一般防疫的这个知识，拢完全无共款。咱另外，咱知影讲要防疫，就是爱公布足迹图嘛，脚架较重要啊，唔是伊住伫底啊，伊住伫底根本唔是重点啊。咱要看这个疫区是爱看过伊去倒位，啥物款的所在较侪，这个有得病的人去嘛。所以讲，伊公布这个图嘛，吼，足侪人有足反感的。啊，尤其这个时间。大家是叫大家卖，咱即马政府是叫大家卖出门，吼，无代志卖出门。结果伊公布这张图，你看遐个郊区啦、观光区，拢无红点啊，当然也嘛无红点，遐本来就无人啊，就较少人啊。啊，伊安尼就是变作是五度，遐个民众讲吼，敢若去遐都无代志，你就会当去遐。所以我讲，那是民间有问题，连地方政府伊对这个防疫的想法吼，也是防疫的知识拢做问题。另外，头拄啊，其实院长嘛有讲到啦吼，咱教育部5月19都已经通告，所有的这个大学拢爱知影讲吼，不应该要求学生离开伊的宿舍，伊若无要离开宿舍，你袂当强迫伊回去。结果你嘛知影，这个我相信院长嘛知啦吼，台北市的这个北市大啊，台北市立大学，伊竟然完全无伫插中央的规定。伊一方面吼，中央我知影讲部长嘛，一直甲伊苛刻，讲你袂使安尼啦，你若强迫学生转去因家，即个代志我会知影是因为伊的宿舍嘛，伫我中正网家的即个选区内底，遐学生一直甲伊讲你要遵守中央的规定，结果伊就是歪插你。伊上尾啊吼，一方面即个想办法哦，安尼要闪避吼，歪互即个中央知影。一方面用足侪奇奇怪怪的方式去。强迫学生回去，譬如讲吼，把伊的这个宿舍隔壁把伊锁掉咧，吼，让伊袂当回去宿舍啦，等等，也是讲吼，因的教官把学生吓，讲吼，你若安尼大主大义吼，你若想要安尼吼，你家己归去，家己出去外口住带这个旅馆。所以讲我讲吼，这都是一种这个地方吼，完全无伫插中央的防疫的这个指引的这个问题啦吼。我看部长起来，个部长是不是有想要这个？是，感谢委员哦，因为委员你第一时间嘛有特别甲台北市立啊这个大学的情形甲我讲哦，啊我其实是已经直接甲迄个教育局长讲，啊伊有去做一个处理啦，但是可能就是委员讲的无足确定哦，啊尾啊委员甲这个讯息了，院长嘛足重视的，所以我迄阵就阁正式用一个足明确的规范哦，不只是对市立大学这个案例啦，专购。公私立的学校啊，绝对不可要求啊学生离宿返家哦。那甚至呢，现在比如说快要放暑假了，也不可以要求学生说为了要清理行李啊，又要从他的家乡啊家里又回来学校哦，减少这个移动。哎、啊欸，我想这个谢谢委员那时候提醒啊，那我也非常明确的正式用公文要求之外，我也请各大学啊校长务必要遵循哦。那这个如果有违反，我们会做一个处置。哦，感谢部长啦吼，就部长请回，无要紧。啊，咱陈时中部长才拜托一下吼。我即马伫讲吼，就是地方政府，也是地方的这个各
这个各机关吼，伊无伫插中央的规定的问题。第三吼，甲咱这个部队诶嘛就有关系，因为刷落我要讲这个疫苗的疫，这个疫药的这个问题吼。开始大家拢有看到，放假的这个快筛站出来的时阵，排队排到落落长，排队排到落落长，所以讲迄个时阵大家拢足惊吓啊，想讲安尼是要安怎？因为安尼搁制造一个新的群聚嘛，对无？啊，尤其咱的医护人员底下已经足辛苦啊，你搁叫遐因遐底下整队。安尼唔对嘛，啊，所以讲不管讲一开始乱糟糟，所以讲迄个时阵，我嘛协调讲，包括唐凤政委吼，包括民间的这些新创团队，对，讲要安怎用什么款的系统，和大家去快筛的时阵，会当预约，会当用这个线顶的挂号等等，即嘛，迄个系统，规新的车辆你用啊，庙里嘛你用啊，颠倒是我一开始看到讲，台北市较有问题的吼，爱想办法来协调，结果我。乌龟哥到即马，咱北皮寮的快筛站到今仔日也是用人工，也咪要发这个挂号牌啦，号码牌啦。到今仔日也是安尼，是好加再讲即马放假的这个疫情已经降落来，所以讲无排队排到落落长。但是到即马也是无这个所谓智慧城市啦，啥拢无。所以讲，我迄个时阵请这个指挥中心讲，会当到协调看卖咯。我当安尼排队咧，这真正唔是款啊。结果协调未来，啊，即马我知影讲吼，咱这个疫苗。疫苗预约系统的这个，大家拢足期待啦吼！我记得差不多五月中的时候，我都有甲这个部长通电话，讲这足重要。啊，部长请我甲这个四处长联络。啊，处长讲吼，啊，可能有一挂什么款的问题吼，但是就来甲这个东方政委研究。啊，我看到院长嘛足支持，总统嘛足支持，政委随到这个一个基本的结构就出来啊。即马上这个互人。烦恼的就是我头先讲的，那到时地方政府歹用嘞，那到时这个，伊讲因为足侪这个医疗院所，吼，包括这个单位，拢是地方政府伫处理的嘛。伊若无爱甲你的这个无爱专力来甲你支持这个疫苗的预约的系统，阿免就全台湾搁踮遐安尼排队排到乱糟糟。这个部分是咪当请部长吼，小讲即马这个进度安怎？那整个。规个这疫苗的接种，当然这个哈、哦，有一个迄个系统已经出来啊，啊，将来就上网哈、哦，可以来做预约哈、哦，预约一个时间，然后开放一礼拜。啊，即马阵呢，这因为这量也未真大，啊，佮哈住的人的范围有限，好、哦，所以这第一期在住的时候，也是用本来的系统，啊，后抓开始特别用新的系统来住。啊，地方政府即马的这个合作的意愿安怎？配合的意愿？当然，在打疫苗，中央有一个系统，我相信是大家拢会配合啦。因为这系统你大家拢在用嘛，你就用这系统预约。啊，你若无用这个系统，你就无多做啊。所以讲尽量吼，到时若去国际予地方政府徛去吼，你即部长甲阮讲，啊，大家来斗发声嘛。要无即马因大家拢安尼一人一支嘴，啊，家己安尼吼大主大义安尼，我感觉到时疫情吼，咱若要控制好条，要解决，地方政府的配合最重要。啊，上尾啊吼，安尼咱部长写会，上尾啊，这个院长，这个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纾困的方案。啊，纾困内底吼有足济这个方案，吼、哦，我到伫只时间有限吼，嘛唔免部长院长代表回答啦吼、哦。但是譬如讲吼，大家应该拢有看到，譬如讲个人的补助的部分，伊去要求2019年的所得来比较讲吼，伊是毋是有超过48,800块都袂当。得到补助这个问题，大家即马拢在讨论，因为那是两年前的收入嘛。啊，你即马是你看讲我即马的生活会过未过嘛？这两年前到即马都已经差足多啊。所以讲，其实吼，有的人嘛，你讲你其实会当即个甲补助得点加共款，除了比较两年前的所得，嘛会当摕今年5月到7月的所得来甲3、4月的相比嘛。这其实看口罩的汇款资料就知影嘛吼。也阁有足侪啦吼，比如讲，即个中央政府命令停业的企业，都有即个补助。但是咱嘛有地方政府命令停业的啊。疫情刚开始的时阵，阮艋舺地区足侪是台北市政府先命令艋舺夜市啊周边的店家拢停业，啊，遮个敢会当申请补助？这拢大家即个疑问，迄个问题拢足侪啦吼。所以讲，我具体建议是讲，咱除了吼，咱1988除了接电话甲伊讲吼，你有符合资格无符合资格以外，咱统计一下。得一款的人，得一款的种类，吼、哦，有偌济人，同款的问题，那足济人拢有这种问题，啊，伊拢得袂到帮助，咱就较紧想新的方法，吼、哦，家己搁接起来，新的方法来家己补起来，莫讲干那家己讲啊，歹势你都无呢，
哦，这也当做，所以讲新的方案来去补助这些人，哦，感谢，感谢一定。